Twenty E， 这个是一个全新装修的一个 studio， 一口特别大。厨房这边新的岗位，现在20层，很大吧？这个特别大。Closet 洗手间都是新装修的 ，brand new 的。然后它这边是 city view 全景的，很舒服，它的 space 很大。特别大的一个 space， 进门的地方。